福興國中龍船隊會當講佇咧各項各龍船比賽當中成績攏真優秀，為著幫助福興國中龍船隊的選手，福興國中哦家長會會長林正義、甲歷屆會長以及企業是來捐贈競技龍船的船上一批，希望透過專業設備，和選手練習的時陣以及比賽，攏會當摕到更加多獎杯。福興國中，上備 ，Let's go。学生囡仔专注精神化教学，伫咧学校水池顺着节奏练习过船啊。学生愈练习愈欢喜，因为因今仔日摕到的船奖是上开心的。这个桨在划起来，不论在抓水跟那个发力上，哦，会更有效率啊。相信成绩应该会再更进一步。时代在进步，练习设备也要用上新上好的，加上练习和比赛用的船桨太过老旧，家长会一知影了后，马上发动历届会长和企业捐赠一批30支的各龙船船桨，而且规格比较国际比赛标准。福興國中龙舟队在近年来在彰化县都有可说是龙头，也曾经参加过我们国内成人组的比赛，都有非常辉煌的成绩。在第一时间，我们自然组长说我们龙舟队有这个需要，我们就提议由我们家长会及我们多位的前会长以及我们各基层的好朋友来集资，来完成我们龙舟的这个梦想，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能引起各位社会各基层对于学生的教育以及运动的拓广能多加的关注，以达到我们学校的教育、德智体全美五育的均匀发展。校长赵世英伫咧关键仪式顶头，真感谢这个会长对学生甲学校的收听支持。练习的这个木桨哦，非常的旧了哈，已经用好几年了，都补到不能再补了。那我们龙舟队的杨教练看到这种状况哦，就跟我们的家长会的年会长来反映。那我们年会长来实际看过之后，发现真的是太破旧的木桨了。这样对他们的练习真的是有所不足了哈，所以他就号召历任的家长会长跟我们的社区的企业贤达，一起来帮助我们学校来更新这个练习的木桨。那这一次他们非常有心哦，他们赞助学校是全新的碳纤维的桨哦，那这些碳纤维桨比之前的木桨要来得轻哦，相信同学们利用这些最先进的龙舟的桨。练习应该以后就会有更好的成绩。家长会整合资源，透过新型竞技船桨加强学校体育资源，和选手在外口比赛时阵会当过关斩将，得到佳绩。大众新闻林君福兴采访报道。